一条，哈，没有任何这个瑕疵的纱巾，而且是一次的。信念感，信念感，姐姐，好来了，来了，请看好了，奥妙就在这里哦。搞错了，再来。看，对。姐，醒醒，醒醒！不要，同志们，好看，好看，特别好看。我现在戴上我的纱巾了吗？戴上了。你们都看见我戴上了，好。对。那我现在怎么打开它呢？要这样反过来绕解开它呀。对呀。不是吗？请看。啊！哇！破绽，真的吗？因为我这边也看不到任何的结子。我们以为他会被现场的状况打垮，但是真的是勇往直前的姐姐，就是不会被困难打垮，坚持完成了这个表演，我是觉得很不容易的。好，青子将带来她的表演。你厉害了，你。加油！哇！哇！好酷哦！你真的好厉害啊！别打我！我下次拍动作电影找你。好，来，掌声给他。我觉得霆锋可以试试，霆锋会开车。霆锋，你要试一下吗？漂移吗？危险的，其实有点危险。所以窍门在哪儿？他没有刹车，但是他有手刹。哦。就是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怎么样？小心！哇！这个更厉害。天哪，上手就会。哇！不好控，他说不好控。小帅了，对，有点不受控的，不受控，不是要很熟悉他才行，要了解哇，所以是有难度。对，我觉得导师下场试过之后才知道这个表演的珍贵。来，青子和敏涛两位，谢谢大家对中国魔术的支持。怎么还继续捆绑啊？好，我们来投票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。来，我们访问一下为什么，好不好？小凯总裁，选的是敏涛姐姐是为什么？对，我选择敏涛姐姐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内而外散的一种自信。哎，对，然后就是有我看了不知道为什么，结果全演砸了，我醉了的感觉，你醉了的感觉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祝贺刘敏涛挑战成功，做到一位。